啊？本案发生的时间是在12月1号16时53分，地点是在本市西屯区环状路2段海旋路匝道口。啊，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，啊，沿环状路2段，啊，要上，从海旋路匝道口往南浦方向行驶，啊，因为不慎，啊，自小客车前车头自撞，啊，路边分向后置杆，啊，导致后置杆断裂，附着在啊自小客车的前车头，啊，赖姓男子啊于本日12时许啊到分队啊来报案，表示啊与昨日有发生交通事故，啊因为啊车辆上横行驶，啊所以自行啊驾驶自小客车回到彰化，啊本日啊才到分队来事后报案，啊本案啊警方将依规定啊对这个赖姓男子来告发啊《道交条例》62条，未规定处置。啊，以上报告。